新车，如今用车证价格偏高，他决定不买新车，选择更新用车证十年。为了确保爱车保持最佳状态，俊才增加维修预算，最近一次就花了1500元，比之前多一倍。认识的，如果人家为以修音这样来算的话啦，你不可能会花到这么多钱。为数学来算的话，你应该都知道说，就算你花1500块的话，你一年才多少？连 COE 的话，再加上车价的话，哇，差不多200多千。这家汽车维修厂指出，目前的汽车维修需求同比增加50%。如果用车成低的话，他们就干脆直接报废了旧车，来去买新车。可是现在用车成高了，所以他们就选择更加照顾自己的车。他们会注重的就是自己的发动机的性能有没有什么大故障啊。第二个就是注重自己的车的那些冷气系统。这家业者则表示，不少顾客要求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，比方说那个底盘起落架，还有悬挂系统的维修，员工方面是永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尤其是要请到有经验的修车的师傅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现在在招聘大概3到4位，大概是20%。用车证价格居高不下，说法修车行指出，接下来6个月的汽车维修服务需求相信还是会继续增加。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仪报道。